到位吗？够不够深情啊？够你个头深情！深情什么呀？这是他们教给你的，他们教的。哎，你教了一天，教成这样了，你不是想等着那天采访看我笑话吗？看我干嘛？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现在给我出去！林夕，他们说女生说不想，其实是想。可我现在是真的不想分人，好吗？你看了那么多电视剧，你学哪儿去了啊？是我的智商有问题，还是你的智商有问题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不给他教会，谁都别想回家，知道吗？